我是历史老师曹若梅。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，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刚好会落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前后，因此人们传说沉睡中的龙王会在这一天被轰隆轰隆的春雷声给惊醒，然后抬起头来，所以叫做二月二龙抬头，也叫做青龙节。这个时候的气温逐渐回暖，不用再吃姜母鸭烧酒鸡了。二月二这一天呢，要吃春饼，也叫做咬龙鳞。这是因为春饼的形状又大又圆，好像龙王身上的鳞片。春饼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先是炒上一大盘的时令蔬菜，再用薄饼卷起来吃，不仅清爽可口，营养价值丰富，而且还充满着春天的幸福好滋味。此外也可以来一碗清汤细面，叫做龙须面，意味着顺心如意，长长久久。在传统习俗中，有的人家会包饺子，因为饺子的外形呢有些像龙的耳朵，所以食用菜肉馅儿的饺子要说来一盘食龙耳，同时希望其中的菜字可以招财，带来财源滚滚。如果是吃葱油饼呢，就要说舍龙皮，馄饨呢就是说吃龙眼，总之凡是与龙相关的都能够带来好运到。农历二月初二正值早春，天气是乍暖还寒，穿衣服的重点是要上薄下厚，也就是说即使拿掉了厚重的围巾跟绒帽，但是啊，一定要保护好背部和腹部，不要因为招风受凉而产生腰酸背痛。腹部呢，更是消化器官的重要部位，一旦受凉，就容易造成腹痛和腹泻，影响到我们的健康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用摄氏的15度来做个标准，例如说平地温度如果低于摄氏15度，那就一定要穿上冬衣，做好保暖的工作，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正是因为春天来了，所以虫鼠也陆续的展开活动。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，毒蛇蜈蚣也露头，而人们为了驱赶害虫，起床的时候就可以说道二月二龙抬头，龙不抬头我抬头，提着灯笼引金龙，毒蛇蜈蚣无处留。因为啊，龙是百虫之首，既然龙王都现身了，这些害虫无所遁形，就只能逃之夭夭了。这个时候春暖花开，花神庙里是人山人海，龙王庙里是香火鼎盛。如果我们以数字来看，二月二日都是偶数，象征着成双成对，所以年轻的男女不妨到月老庙里敬香祈福，诚心求得一段好姻缘。此外，二月三号是掌管学业成绩的文昌帝君的生日，所以二月二号呢，孩童们就可以举行一个开笔的仪式，表示正式的展开学习了。关于二月二号这一天，还有许多有趣的说法，例如说人们为了要祈求春雨，就可以在河边、溪边或者是井里投掷小石块，提醒龙王要赶快的布雷降雨，而且雨水要不多不少，恰恰好。如果这个时候到美容院去剪头发，就叫做剃龙头，表示精神饱满，出人头地。既然呐，这一天龙王龙母要现身了，那就不要使用针线缝衣服，怕是针尖会刺伤了龙的眼睛。此外呢，这一天也别洗衣服，因为啊，雨水是用于农事耕作，不应该浪费在洗涤衣物上。其实这就是在教导大家要珍惜善用水资源。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的生日，
也是在吃过尾牙之后的第一次做牙，所以又叫做头牙。在传说故事中，中国历史上远古时期的部落首领伏羲氏，他会在这一天率领着百官御驾亲耕一亩三分地，表示全民上下对于农业的重视。而之后历朝历代的君王也都沿袭传承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在很久以前，二其实并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。例如俗话说，忠臣不是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但是啊，两个二在一块儿就是大吉的重日，所以二月二龙抬头是一个天人合一、天地交感的好日子。